三法无影起初十三法的铁扇子，铁扇子的顶部训练啊要慢练，马步啊阴阳把后寓意把啊它是这样啊，练完里先打左右，先是这样走，活步的是往左右走啊，活步的是左右走，往侧面走啊，这样走啊，这样走，一二三跨啊，这样走，哎这样没，换这个时候看这样走，抖音。